第三十五题，立谦与明阳两人骑单车直线前进，其位置与时间的关系图如右图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？A. 立谦在零到四秒内的位移大小为两公尺，我们看到立谦呢在零秒的时候位置在二，在四秒的时候位置在四，所以它的位移就是四减二等于二，所以呢他说他的位移是零到四秒位移是两公尺是对的。好 ，B。立谦跟明阳在同一时间内由不同地点出发，我们图形上看到立谦跟明阳都是在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出发，但是呢明阳是从原点零的位置出去，可是立谦是在位置二的地方出去，所以他们是在同一个时间出发，但是地点不同，所以选项 B 呢也是对的。同时我们知道 HT 图的直线呢代表所谓的速度，直线如果越斜就代表速度越大，明阳的这条直线呢比立谦斜，所以代表明阳的速度呢比立谦快，所以选项猪说明阳骑单车的速度比立谦快，这个也是对的，所以只有选项 C 是错的。好，我们说他在 S 等于3公尺处休息是错的， ST 图的直线代表速度，那么我们看到明阳跟立谦都是斜直线，所以他们表他们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，他们的速度一直都相同，一直都有速度都相同，所以并没有停下来。在三公尺处的时候是相会，他们在时间两秒的时候在三公尺处的地方相会，而并不是休息。所以第三十五题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立谦跟明阳在位置 X 等于三公尺处休息不对，他们是在三公尺处相遇，所以第三十五题的答案我们选的是 C。